被封为重机女神。中国网红体幼经常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爱车与辣照，抖音与微博两大平台都超过百万粉丝关注。去年才公开与50岁的网红男友陆文成交往一事，没想到昨就日早品又突然在微博发文表示，万物皆有裂痕，那是阳光照进来的地方。他更以4个字更新自己的感情状态，写下一个人了。而除了文字之外，品又也曝光了一段59秒的短片，影片中他被一名男性推下水。接着在水中漂浮一阵子之后才又浮上水面，似乎埋藏寓意。该影片超过160万次观看，网友看法呈现两极，有粉丝送暖打气祝福他下一个会更好，要好好生活，分手快乐等，但也有另一批网友对于他不断炒话题抱持看笑话的态度吐槽，下一个接盘侠是谁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有完没完啊，等于